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进水。牛肉丝时间比较久。好像这个缝有一点点，还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，然后 PCB 板里面没有，这有一点点，这缝有一点点，一个小时之后这缝有一点点。板里面有吗？没有，板里面没有水，可以了，等一下我把螺丝拧上。